大家新年好，我是安省万锦裕仁村省议员彭锦威 Billy Pang。 安省和许多亚裔加拿大人都庆祝农历新年，这个是一个欢乐的家庭传统。我这个地方呢，仅向各位拜年，贺新年，祝新年，新年啊，年年年，祝各位健康愉快，同贺新年。我藉这个机会祝贺这里每一位安居乐业，健康愉快，老少平安，百业兴旺，恭喜恭喜。